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呀，大家。今天好冷啊，什么时候才要回温啊？搬离台北，好冷哦。今天是宅宅，刚刚回到家就一直赖在沙发上。Hello， 没有名字的人晚上好 ，L 晚上好，还有小白兔晚上好。哦，金神晚上好。雨南晚上好，苏菲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今天真的是这么冷的天气不适合动。佳敏晚上好。怎么那么冷啊？小吴晚上好。住哪？我住在台北。今天很邋遢。你好玉米龙汤。博翔晚上好。南部晚上也开始，真的吗？朱莉安晚上好。博晨晚上，我的乌龙面好了，我想去拿我的乌龙面，带你们去拿好了，因为我还要，你不会又想睡？对呀，我好想睡觉。天气冷，只适合睡觉，什么事情都不适合做。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适合做的，泡温泉也许，泡澡。好冷啊！我要去新加坡找勇哥的。新加坡不冷。这里有热的吗？我的面。不然再微波一下好了，再微波30秒、50秒。我懒得离开了，我们在这边等待吧，就是要躺在……没错，竟然还能看到我的牌子，怎么会看不到呢？最近手好干哦，天气冷，手很干。都破掉了，请不要以为被公司ban掉。最近皮肤变好许多，很开心。
Ooh, my God. 好油的面。再微波另外一个东西。好，微波它3分钟。我没有洗，真的。我真的没有洗。你们等我一下。我的面会毁掉。Hello， 纪小晚上好。那天有看到你哦，昨天不是那一天。你好，厚厚，晚上好。今天的面不好喝。我昨天有洗头，我昨天表演的时候没有洗头，昨天回家没有洗头。我要蹲在这边等我的微波。我今天早上差点起床，起不来。来，好久哦，不然明天不会，我头很香的。我头可是香喷喷的。国妈刚刚跑去睡午觉了。我信，昨天有闻到，香，很香吗？晚上好 ，Hello， 没有名字的人，我现在蹲在厨房的角落等待我的微波。昨天公园有看到你，我的手这边的那个，你看红红的，好痛啊。刚刚把我的那个皮撕掉，它真是在不叽不叽叫。我有跟你说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你们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好像太烫了。果妈回家了呀，果妈在家呀。因为你可以出来。那要什么时候起来？果妈可以睡一个晚上。哦，果妈也感冒。他吃感冒药，他这几天一直在昏睡，疯狂昏睡。有蚊子，不要有蚊子。这个真的挺……那时候买了这个，想说我不会戴，这个其实意外的挺舒服的，挺好用的，天冷的时候很适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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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真的是只有起来直播才愿意来吃饭，因为我刚刚一直躺，我刚刚一到家就一直躺着，一回家就一直躺在沙发。天气一冷，立刻马上就变成一滩肉泥，枯泥。
我是库尼。大家好，我是库尼。是拿它取代小飞象吗？对啊，还有这个作用，很棒。不是因为真的太冷了，我很讨厌头冰冰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吃一口，不会淡，因为它就长得很可爱。很冷吧？啊，对，我也看到你啊！我以为我讲很小声呢。今天早上起不来被念了一下，你看我的乌龙面有多油。大家有看今天的公演吗？昨天果果都没看山上。有啊，我有看到你啊，你拿着我的扇子不是吗？只是太远了。刚刚回到家了，谢谢。我也看到收到我们的照片了，好看，满意。这还是谢谢你来看。P7，你说你的位置吗？不然难不成我要什么意思在你面前表演？哪次不是在你面前表演？有啊，我有看到我的扇子，我眼力很好的。你坐在很后面的排吧，该倒数最后倒数第二排第三排那附近，隔着距我现在才甘愿吃我的晚餐，没有，那是因为我下午晚午餐比较晚吃，所以刚刚回家的时候不饿，然后又跟国妈一起乱吃零食，但现在又有点嘴馋了，想说来吃一下乌冬面、乌龙面。我什么意思？看不懂，一头猫，他要草莓酱。有吗？不是有很多成人绑马尾吗？失算了是什么意思？哪有？昨天有很多成人绑马尾吗？我想去。可以让，原来是这个用意。我的身高已经够突出了，我想。谢谢德全，怎么那么贴心？陆克，好久不见！
人算不如人言算。有吗？昨天哪有很多成员绑马尾？哪有？谁绑马尾？我怎么不记得有人绑马尾？这个真的好油，我吃一点点就饱了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要去这里。加了一点点那个猪滋油，哎呀哦，可是不一样的发型啊。对啊，他有的东西吃起来还乱的冰箱啊，曝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曝光，怎么会曝光？嗯，还是好油。但它又好好吃。也有收到签名了吗？太好了。嗯，我喜欢人鱼很多，我觉得它丑丑的很可爱，好像可以再加一点的。我觉得它照片拍得很好看，过个水就没味道了。我等一下要被国妈骂，才没有曝光的骗我，好像噔噔噔噔，没跟我讲啊、哦？真的吗？这样才有惊喜。原来小吴跟吉米都很贴心，让你有惊喜的感觉。很谢谢你们，我觉得你们都很善良，就是谢谢你们都。很和平，然后对我也很好，让我任性，让我任性，想要突然九点开就突然九点开。跟其他粉丝说的一样，飘着出去，走路都不会了，是不是？挤满30，大象被人鱼取代了。今天是人鱼取代我的大象，但是其实有大象还是比较可爱，但我舍不得遮住我的丑鱼，所以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吧。
还有哪个特效有可爱的腮红呢？这个也没有可爱的腮红，可不可以出一个只有腮红的特效？这个好亮，好吧，没有，做梦都在想，有很满足，我也很开心。你们开心，我就开心。Hello， 冷香，晚上好。哼，好油哦。给你们看它多油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这个就不怕，很棒。有这个就不怕小象。太阳天女怎么没有？怎么大家不知道？果然食物不能放着。但我还是觉得它很好吃。不知道大家昨天看的开不开心？我妈这次坐在山顶，好辣。今天口味怎么不一样？从头开始。辛苦了，还有30场。一个月3场，这样要挤几个月啊？嗨，杰克，晚上好。这个好辣，今天好辣。可乐王，晚上好。10个月。好久，吃不下了，它好油。哇，竟然错过国猫了。好油哦！上面基本上，可能不大概了。
我不知道，我不会算。我们的左手边是靠近数字小还是数字大？不能跟你们透露国妈坐哪。下个月一样是库洛米，什么意思？库洛米？那应该是大吧，好饱哦。应该不是好饱，是好腻哦。真空封那个，有需要这样子吗？还是可以用的吧。猪宝贝昨天一直说我有余毒，就是我还有残留的毒在我的身体，因为我不是感冒嘛。他说你有余毒，你有余毒，所以你放进真空袋，那个真空袋里面，那里面也会有我的余毒，我的感冒余毒嘛。先结束乐高地狱。你说你刚刚在帮谁装来着？很近，不封装。但是我们那张我没有拿好，我飞走了。嗯，胃不舒服，好腻的面。哥哥的小孩好可爱，他几岁了？还有空空哪有，有吗？有这回事吗？我都不记得，太远了吧。就是聊啊，好可爱哦，小朋友，我觉得应该有这么远呢，有吗？有吗？国妈说有看到你。那天公园结束，我的小腿被咬了两个包，眼神没收回来，变成对话中文，杀气错人了。想要把帽子拿掉，但头发很乱，还是算了。好腻的面面。面面，面面，没拿错啊，拿反了，我要哭了。嗨，大姐，晚上好，你吃完饭了？滋滋滋滋滋，滋滋滋滋滋滋滋。不小心，我也是。谢谢告白气球，谢谢没有名字的人的告白气球，告白没有名字的人。这样昨天山顶没有那么伤心。不是已经快夏天了吗？还很久，明明才三月，还没三月而已。那我们一起去跑步，请不要说不。我们的节奏是吸两口再吐。真的假的？不要再喊流了，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了，我要逃跑了，真的。有这样的速度，
半路。你今天吃了什么晚餐？变成一堆人的喉咙，还有明天是什么意思？国妈也看到了。蛤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简直就是哦！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他们是喊到喉咙变亮吗？你穿这样感觉很冷，我真的很冷。哎，而且这个超可爱，它还有这个，这真的很赞哎！我原本以为它很不实用，但其实它还蛮好用的。我听到喉咙坏掉的粉丝啊，我们那个频率没有对在一起，可是很多 Tiger 的猫粉，我哦，那是一首歌，原来。是我听到应援声，超棒的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听到，对，我刚刚想说你穿这样很可爱吗？谢谢，我穿这样装可爱。我应该没有，那个粉丝在德全坐在德全那一侧是已经那个大坏掉，哇的声音，还好。稍微哑了点，你们要好好保护喉咙。那群对呀，相较之下，你真优雅之祥。谁喉咙？这就要问之祥。我诺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还是其实之祥也默默的喉咙坏掉了。那你们喊到沙哑是，因为我还真的没有这样过，是隔一天还会吗？他们昨天吵，哦，有昨天很大声的感觉，昨天大家都很大声，很开心。就是有时候跳舞跳一跳会慌，会晃，不是晃神，就是太享受，就是你的耳朵里面会听不到音乐，会瞬间，还是只有我有这个困扰，会瞬间只有粉丝的喊 call 声，但是蛮开心的，有时候这样子的时候。看到你们很难很嗨，以后要叫大家，请大家不要喊得太大声，不是喊到喉咙坏掉，也破音。今天破到好破，今天喉咙破很明显，我喉咙都没事，还敢讲啊？你还敢讲啊？砰大喊，你可能已经提升了别的境界，很烦欸。昨天那个好没事，昨天突锤这是什么境界？没有人会叫吗？谢谢佳敏的文手礼。那次就真的破天哪！啊，悲伤在团内的时候。
我的被子里有蛇。不，我的被子里没有蛇，就一只鸟咪。鸟咪，鸟咪，你怎么在没有毛毯的地方睡觉？他被我拉过来还是？不想理你。嗨。Tiger 又冷了。Tiger 只要天气冷就会去钻被窝。对不对啊 ，Tiger？ 木马真可爱。你不要把你的被子弄给我，哪有？我没有。对不对？我才没有呢。他只用了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他只用了四条而已，好吗？虽然家里有三条后背，要两条都是给我猫咪的。果果会这样，只要我自己看店，哇，这么辛苦啊！我还说给生命的呐喊，大家都是跟我们看不上。这两天业绩不错，这条是没有，我自己会盖一条后背啊，然后它会躲在里面，就我跟它一起。然后我现在客厅也放了一条后背。主要是因为 Tiger 那天表演高空呕吐的时候吐在那上面，然后我拿出来要换被套，换完之后我就放这，他好像很喜欢，我就给他盖。然后他房间还有一个铺着的毛毯，是他的小床啊，他的小床还要再一条棉被是他可以盖的那种啊。破被在这里啊，因为我刚刚一直躺在沙发上。对，破被在陪我。羡慕 Tiger， 猫咪很怕冷，我真的很怕 Tiger 会冷。我觉得雾面镜子很可怕。因为它会有反光，一代已经不见了，但是二代也又破掉了。你看它已经变这样了。果果头上怎么有鱼？这是我的小毛毯。真的水才没有，很抱歉要送您洗澡，欢迎回来。没亚去你店里，但要发炉是什么意思？回家洗，对呀，我好想要泡澡，不就是我的鼻子破皮了，好痛，醒到破皮了。我没有在挖鼻孔，我只是在压我的鼻子而已。公演很累耶，昨天回家很好睡。他
太被冷鼠人了，冷鼠人了。你没看到我包裹成这样，快着火。不会啊 ，Tiger 很温暖。我今天一回家我就拿手冰他，因为我今天手超级冰的。今天也累，因为今天没睡饱，其实蛮饱的啦。昨天回家之后，去蹭了点姐姐们的宵夜吃。回家之后弄一弄，回家之后弄一弄，两点睡觉。今天两点半，昨天几点睡觉？昨天两点多睡觉，一点多两点多。今天九点多十点多起来，没有，今天十点半才起床。哎，今天十点才起床。我反而羡慕你那边，很热。一个就是，可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你们能接受吗？热到爆！当兵去过，天哪，当兵好可怕的感觉。Tiger 又睡着，你怎么又睡着在我的手上呢？好可爱哟、哦！嘿嘿嘿，很可爱呀、啊。听到，你怎么有可爱的小下巴？嘿嘿嘿，那天热。但那还是超热，真的吗？刚刚有人说也要变南部也要变冷了。前天我们还开冷气，前天就很冷嘞，开什么冷气啊？头发都打结了，因为我没有梳头发，我就放它在这。我的头发都直掉了耶。这样就算果果低头，你说我这样子哦，这样有脸吗？我看不到哎。热到开两只电风，很冷哎，我真的很冷，真的很冷。身体怕热吗？跟你们分享，我觉得我每次公演的妆都化得超好，就是我平常出门也都化不了这么漂亮的妆，因为我平常出门不会这么用心化妆。第一，我不会这么用心化妆；第二，我出门我不喜欢化太重的粉底液，我怕妆感很厚的感觉。但我不晓得为什么每次我就算公演，我再涂多厚，就是很好看欸，而且我竟然就是我还要面对跳舞流汗。但是我的妆都不会说它很脱妆，出门没有化妆。有啦，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要化妆啦，有时候还是需要化到妆的时候，一直都很真的哦，谢谢。你那个脸极度讽刺，妆都没脱妆，对不对？很漂亮的妆。我说也究竟，警察贝贝就是这个人，而且每次公演就是很觉得自己很漂亮，到回家都舍不得卸妆。才不一样嘞，化妆漂亮多了。看到我，谢谢，看到我很正，好开心。看到临门该说的品质，好开心哦！谢谢，
谁打工会化全妆啊？我的大素颜，我就这样子上，我就这样子，顶多戴个双，不是双眼皮，顶多戴个隐形眼镜。啊，我隐形眼镜看心情，然后眉毛也是看心情。今天起床来得及画眉毛就画，来不及就算了。但你是小孩国吧？我们店里很多女生上班都化全妆，好厉害！我说你们好厉害，你们怎么早起化妆？她说化妆只需要20分钟啊。到底是怎么做到化妆只需要20分钟的？真的很厉害。喷得太猛，这样是不是代表我好像本身就不太会流汗？谁跳到撞墙？那要去拿光临来直播光临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刚也努力化妆，但是当然，难不成我要素颜跳公演吗？谁撞墙？昨天有人撞墙吗？你没有发现我昨天有好像跳伸缩的时候是一批，在什么时候？哪一首歌你们还记得吗？直播的丑大戏，现在没有啊，现在是素颜的，因为今天有人鱼，好像是绳索的时候吧，唱完歌要去后面的时候突然跳成下一趴，我妈说你干嘛啊，我都傻眼了，好想看哦，一品有够强，好可爱，我不拿，欢迎我欢迎这样写玩笑，好，一起去跑步，请不要说不，没洗头，你看还是昨天的造型，好乱，快点盖回来啊，还在地震吗？现在吗？还在晃吗？还有吗？没有。没感觉。小小的吗？我觉得有时候小小的地震就是我不太会发现，因为在走路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小小晃的感觉会有一点头晕，然后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头晕的感觉，所以我每次都分不清楚是有点迟钝，是地震还是我头晕，这么扯。心刚罗真强，什么？我有心刚是什么？我都从床上站起来，有吗？有吗？我们是某些曲目是搭档吗？哪有跟他搭档？他都没有站在我附近哎。有吗？哪有乱讲？我才没有跟他搭档嘞！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跟他搭档啊！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的风没有，芒果没有。手牵手没有，绳索搭档需要，对，我有跟他搭档，要去练出来，到底谁搞错了呢？
德全表示不敢说话了。哦，哪有啊，我哪有跟他搭档啊，有吗？没有，我站在旁边都很没什么有他哎。那个 Innocence 也没有啊，跟他一起走出来，这样子是搭档吗？恋爱火箭，浪漫火箭。我在侧席的时候，是我的旁边站的不是那个曼玲吗？恋爱的箭，哦，你说我们一起站旁边的时候啊。他是在我旁边的旁边呢、欸，你们会搭的啊、哦？有，好像有哎、欸。你有宣传你的衣服，我不想要宣传我的衣服耶。我好了，我要宣传，请大家不要购入我的书法哟。我觉得很羞耻。我觉得很羞耻，没有为什么就这样，不想讲。本来不晓得会做成 T 恤，就是有些人有接收到讯息，有些人没有接收到，就是有些人有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有接收到说哦会做成周边，但有些人没有接受到。好了，也许只有我。你真的不关心自己的做？没有，真的不喜欢。请大家不要购入。外面，你跑那边去干嘛？我真的对，因为呢，我写错了，没有人跟我讲。所以你才欧北写，我没有欧北写，我只是写错了，我写得很认真。我的对呀、啊，什么？谁毛笔四个字那样子写的啦？我写身体健康啊，打横写吗？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？因为看到竹宝贝就很开心。就是后来姐姐跟我说，是，好像是这样。好像书法是这样写吧，身体健康之类的。我好像是写身体健康，懂吗？身体大健康，好像很不错哎、欸，不愁一般人。嗯，我要好好仔细看。不哦，对，我是写上下，我都记得没。身健体康，对啊，可是就毕竟是书法啊。上下对哦，反正是预购的。对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不知道可不就对。妈妈，你看不闹，妈妈，妈妈，他跑掉，一看就知道你笑，看一下呢，不是字写错啊，是写错方式。一定要让他刮目相看，印象深刻。
想叫我恋爱的偏差值高得太吓人，我的成绩毕竟是白白的牺牲。嗯，昨天看你孔雀开屏，这样书法才有你的特色啊！这是特色吗？这不是特色，这是笨蛋。不小心掉地上，还有掉地上这一趴。你怎么没有在睡觉？你的眼睛为什么是张开着？盼越晚越懒，赶快去洗澡，赶快去洗澡。我等一下可能也许会下播。我的扇子竟然是我的，你假装不要理他，我看你们听不懂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暖暖？他带球准没看到。暖暖。你到姐姐求救，我被我他向你求救。你有听到布诺的声音吗？他每次肚子饿都会这样哀嚎。好可怜的音声。然后给他吃饭就要这样开始叫，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他叫你赶快喂他。这时间回军营，你试试看，什么意思？我的成绩必然是白白的牺牲。来了，没有人要跟你抢了，替哥在睡觉。你怎么知道替哥在睡觉？他在你的被子里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搞不好不在啊。我再把他掀起来。七个吗？布诺吗？这是宵夜。对啊，你看你的狗还要吃宵夜。饿了啊，天气冷不懂啊。天气冷要吃宵夜。对，我现在吃的很开心。哎呀，七个抱着我的手手睡觉，嘿嘿。你要抱着我的手去睡觉啊。真可爱的猫。感觉感冒好了又开始过。好了，我给你看第一个，你等我一下。我会。我会。开玩笑的，我不会。你能看我的喵？一个。他真的跟你一样，对呀、啊。
都躲在棉被里面睡觉。猫咪不是都很怕冷吗？有，我有买暖炉，但是它现在不会吹了。我以前的那一台暖炉会，就是我以前的那台暖炉是，就是暖炉，但我现在的暖炉它没有固定的功能，它就是会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也不知道在转什么意思。它好像就不太懂它，它就不会吹，这个。嗯，不会吹暖炉。它那个可以固定啊，不行吗？不行啊，真的不行哎、欸。不能固定不转。对，超怪的，还是我不会用。真的，我每一个button 都按过了。国妈，拍国妈。拍国妈。Swish swish。这样拍我也可以，你就被ban。哎，有炸鸡，我要吃炸鸡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刚拿给你吃，那个超级油的。哪一个？我讲过很多遍，真的每次要买那个。可是它很好吃，我还吃了很多。还是吃很开心，我要吃炸鸡。太可爱，随意，好啊。我妈今天穿爱心形状的裤子，爱心形状、爱心图案的裤子。你过来啊。嗯。我跟大家分享你的课，你要把你的脚抬在这里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国花的可爱水果，看国花的美腿呀、啊！这不，你在学我跳舞。我妈说她很喜欢柚子，她说她跳舞很可爱，她说她的腰力很好，这个喂啊飞好远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哎，你快把刀拿出来做，我怕大家看我看到不想看。明天要整天，好累哦。明天不能下午就回家，明天要待整天，想到就很厌世。我不要，好累哦，这样其实蛮久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那个来来回。天气很热，起来，睡个午觉了。我今天再回。天气好的话，我就会考虑回来。想想有钱是对啊，怎么可以啊，天气好我就愿意骑回来，这么冷你还要骑，冷死，还很惨，就是骑了才热呀、啊、你的手很，这个很痛哎、欸、怎么回事啊，你怎么了，好吃的炸鸡对、嗯、你怎么不吃，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吃啊，那个金金的好辣、哦，奇欧多拜，对啊，奇欧多不是，脚踏车的台语是什么？卡嚓恰。卡嚓恰，哎，那个，哎，以前那个很好喝的那个呢，不是有个运动饮料叫卡嚓恰，我小时候很喜欢喝。对呀、啊，然后用吸奶嘴的，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饮料，因为我很喜欢，就是奶嘴，好像有，对呀、啊，那去哪里了？突然就消失了哎、欸，卡达恰很好喝哎、欸，那就知道。对，我想要搜寻一下卡达恰饮料。
有人知道这饮料吗？你豆豆就是是我昨天最好痛。嗯哼哼哼，我想不是我喝饮料，我很喜欢那种瓶子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很好，很好喝。就你可以，你可以，然后你就可以挤着喝，很好喝。姐姐有回来吗？没有。宝宝狗。那个国外的水都有卖，我之前去那个新加坡还是哪里，他们有卖那种，你们知道那种形状的 水的水瓶吗？不是水瓶，对，就是那样。但是我自己的水壶不喜欢有吸管，因为我觉得很脏，感觉那个吸管就很脏。反正像我很大的，我想要洗啊，我有洗，没，但有时候水瓶会，你喜欢喝国外水，没有，我是说那个有一个瓶子很可爱，台湾的水的瓶装水都是就是长那样子啊。吸水壶啊，台湾水我喝不出来差别，老实说。有啦，那个 Avian， 那个叫什么，那叫 Avian 吗？妈妈，我觉得那个不好喝，那个很，我不理解它，它喝起来就跟那个瑞士水龙头打开的水一样。我不喜欢喝生的水，我觉得我不知道那种硬水还是什么东西，反正我觉得不好喝。 No no，他在找第一个，很有差，真的有差。其实我喝得出水的差别。那有，你知道水有硬水跟软的水？我知道啊，但是硬水是 Avian 的那种吗？是吗？因为日本有一款那个硬水，以前 K 卡糖水想喝。好喝吗？硬水我不知道差别的。你喝 Avian 跟喝平常的水，你就喝，你喝得出来差别吗？就是水呀、啊，不一样，那真的不一样，那喝起来不一样。真的、啊？你喝不出来吗？喝出来、欸。屁嘞！我喝这个就贵的水跟便宜的水，水我在 Avian 是贵的水，我是真的喝不出来、欸。有差，这样很敏感吗？敏锐。那你们喝得出无糖可乐跟有糖可乐的差别吗？喝得出来，明显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今天有一桌客人点了一瓶无糖，一瓶无糖的，一瓶有糖的，然后我就倒完之后送过去，我忘记哪一瓶是哪一瓶。然后就真的说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超难喝可乐。然后我就给那桌客人，他们说没关系，他们喝。我就说啊，请问你们喝得出来吗？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有说再给他们重新弄，他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喝喝看。结果那位客人喝不出来，哎，我想说，不然我帮你喝喝看。牛奶你也喝得，鲜奶你也喝得出来，鲜奶我也喝得出来。坏的鲜奶跟不要再说了，讨厌，好可怕。可是我觉得水很明显呢，无糖可，我觉得无糖可乐很好喝啊。妈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喝可乐？突然想喝可乐。洗车也有分硬水。真的哦，洗车也有分，你在骗我吗？你先帮他们喝一杯，超舒服。别再说了，我想到就害怕。
保养好身体。我感冒好是好了，但是这是什么？这是哪里来的头发？但就是很像，很像确诊之后的后遗症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还是会有痰，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。那谁会用硬水？如果会流水渍的话，可是擦干不就好了吗？我可以等一下15分念榜吗？但我都懒得查，哈，哪有这种回事？不，放在那边给他干吗？因为客人是不会立刻来领车，讲什么？那你要卖我车子吗？我收那个不出了吗？要等待公司的讯息。念呢，刚要起车，还要2分钟。你开客人的车哦？那硬水跟软水有分贵跟不贵吗？就是有分价钱吗？我收什么？我说我跟你买车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收什么？啊，我自己的，坐阿杰的车，你爆料可以。谢谢博翔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博翔。比较贵，很贵很多吗？很烦欸，就感觉喉咙一直有痰的感觉，讨厌。做副驾我会很注意。他睡着了，他眼睛闭起来了，哦，他倒下来了，咦，真可爱。又在骗人了，谁是幻影战士？没听过这个名字。明天要整天不想面对。可以喝蜂蜜，好，那我明天呢？明天要早点出门，不然我们就来不及买早餐，迟到又要被念了。我等等就要去睡觉了，15分，好快！你什么时候？你有那种2000块一台的车吗？那你买2000块一台，我现在目前的那个存款大概2000块，可以买一台2000块的车。上新工什么意思？加油！不可能。我在骑的那一台，我多拜吗？对呀，我知道新的什么？那你打的，你做的是什么的工作的新的工作？上班加油哦！谢谢大健送我一台可以开的车，不然看大家，我不要欧多拜，我要掐，我要掐就好。为什么摩托车是欧多拜？
然后脚踏车是卡达恰，然后车是恰。那不是应该叫欧多恰吗？欧多恰才是摩托车的意思啊。电单车，你乱讲。可是这样子才合理，不是吗？车的车不就是掐吗？卡打掐，好像有道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所以是日文来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电单车，新加坡有摩托车吗？新加坡没有摩托车。那个丸子，我要。不好意思，打了蚊子。它卡在我的那个里面，好恶心哦！它卡在我的，扔掉了，扔掉了。等它卡在我的那个插座。你知道电单车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摩托车啊。单车。那种是单车。没办法，等它。虫子，蚊子。因为听起来就很像欧多拜啊，它有电呢、欸。机车什么意思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欧多拜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。嘟嘟车是？嘟嘟车是什么？泰国的计程车吗？好像是。过过大我都拜另外一个叫什么 ？Motorcycle。不是，我记得是两个字的。我马忘记了。跟路人交什么意思？跟路人交流。机车不是，是机车的台语是什么？摩托车的台语是 欧多拜，那机车的台语是什么？交流就哎，机车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在骗我。鸡卵。鸡卵。鸡卵是鸡蛋。鸡卵都出来了。鸡车，我学会了。鸡车就是机车的意思。那个鸡卵。我手机没有电了。鸡车，哦，真的、哦。相信你。拼出来，这不就拼出来 ？Grab 是什么？是 Uber。此机非彼机呀。我知道 Grab 是 Uber。哎，香港也有 Grab 吗？我不知道。香港也有 Grab 没？香港是用 Uber 吧。香港有无有 Grab？ 德斯是 Taxi。就要看公演之外，他这样说的有道理。
塔车，塔车是塞车的意思哦。塔车。塔车，德士，巴士，巴士的是什么？塔车，塔车，车。德士是 taxi。太车，太啦，太车，塔车，塔车，真的，塔车，我今今骂你塔车，公车，一家表示点点点，一家表示头痛。五声呢？五声是什么？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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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声是什么？一二三四五，轻声一二三四，塔恰，五声不是塔恰吗？塔恰塔恰，我今那里塔恰。塔车，我学会。我还知道草莓的台语是什么，厉害吗？汽车，哦，下塔车，我念的好辛苦。地铁不就是地铁吗？地铁是 subway， 捷运。是不是草莓的台语是不是叫汽车？哦哟，巴士哦，很厉害吧？还有奶鸡，不好吃，不好，我不喜欢吃 Subway。水车就不知道了，什么是水车？芒果叫什么？酸呀。酸呀是芒果吗？对。长颈鹿的台语是什么？谁知道啊？好熟悉哟、哦。哦，酸呀是芭乐。酸呀是芭乐。不是啊，芭乐是刮法。哇！芭乐不就是台语了吗？芭乐不就是台语了吗？对啊。长颈鹿是什么？麒麟鹿。那个是台语的长颈鹿，麒麟鹿。麒麟鹿。我打。S 两觉得他一次什么？是什么鬼？技能杀死狗，技能杀死狗 Q， 哪哪哈吉？果果知道为什么会卖八八八块？罗库娜娜哈吉 Q 就用，不是那个是日文，伊能沙喜，我，罗库娜娜哈吉，以前那个阿修有教我怎么念台语，你知道迪士尼频道的那个阿修吗？阿修是谁？不认识。阿修是谁？还有很多工具朋友的那一个。可能是大健主演的，大健是配音员。你去找那个卡通。叫什么？阿
修，你打阿修迪士尼，我看看。他教你台语哦。嗯。技能沙喜。哦，对啦，万能阿曼啦，不是阿修啦，就是万能阿曼啦。对对对。差很多哎、欸。不是阿修。谁是阿修？阿修鲁。假日都会看，对，很可爱。阿修是那个吧，《无敌破坏王》里面那一只，是吗？金骨，好可爱，你的肚子露出来了耶，很温暖呢，给我一点温暖。你打破，我忘记怎么唱了耶，同伴，我真的忘记了。还兼职迪士尼，对啊，因为大健也很会修东西。十五分，我也很会修东西，我特别会修理人，我特别会修理你们，我都会想的话。哦，他有一个主题曲，忘记怎么唱来着。快修理我，你还蛮欠修理的，你确实蛮欠修理。不行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去睡觉。我要留着充足的时间准备睡觉，睡前要准备一下。准备个什么进来着？很讨厌，我很想要这个，很消失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念吧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欧比王，谢谢欧比王。今天的第九名是佳明，谢谢佳明。今天的第八名是朱里安，谢谢朱里安。今天的第七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今天的第六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今天的第五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今天的第四名是博祥秋，谢谢博祥秋。今天的第三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今天的第二名是没有名字的人，谢谢没有名字的人。今天的第一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凑一点，我不。谢谢大家昨天来看我的公演。我是郭兴勇，我是 Stephanie。 我去哪里买去读书了？我现在要去睡了。郭兴勇。奥比王晚安，博成晚安，没有名字的人晚安，欢迎战士晚安，超哥晚安，好久不见的超哥，大健晚安，我真要下播。吉米粥晚安，恭喜吉米粥升级。野鹿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志祥晚安，孤家孤家威晚安。Handy Manny， 德全晚安，博小晚安，玉米浓汤晚安，冷沙晚安。你很省油吗？我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大健晚安，好吧。你们都不跟我说晚安，就只好睡过了。
拜拜，小白兔晚安，请各位注意保暖。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有寒假可以放。寒假的意思就是天气太冷了，不用出门上班的意思。小吴，我正要下播。真的很冷。寒假也过。没错，因为我困了，因为我想打工才没有寒假。上面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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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五分钟够，没有，我已经1:05了耶。我念好了，我跟正在跟大家说晚安，小吴晚安，天天都会说天气，天气冷不出门，天气热也不出门。晚安晚安，明天应该是，如果顺利的话应该是二播，礼拜二播或三，二三的某一天，然后六日再跳一天，没错，二三一天，六日一天，跳一天，或我可能播二三，或我有可能播，对，不是二三六日其中两天，对，好，我想要去那个，所以冷，睡觉，各位晚安晚安，我很像马卡巴卡，晚安马卡巴卡，你们看不到我的手，321披萨哦。